Hello，大家好。哇，今日咧我嚟到呢个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嘅市中心啊。因为咧一阵间一个钟头之后咧，我就会参加呢一个 Candlelight Concert。咁我未嚟过呢一度噶，第一次嚟。咁咧会听呢个音乐会啦。咁啊，呢一个地方咧叫做 Church and State。我啱啱咧就嗌 Uber，就坐咗30几分钟啦，就由我住嗰度嚟到呢个地方都要坐30几分钟车。咁点解我唔自己揸车咧？因为咧我都好怕自己揸车啊，因为要经过好多 highway。哇！你見到呢架係呢度嘅叫火車，咁我未搭過嘅。我哋見到呢市中心啦，呢度啦，好多車啊！呢個時間。咁因為咧，仲有个几钟头，差唔多1个钟头咧先开始嘅。咁我就喺个附近咧行下先啦，因为难得出到嚟。咁啊，带大家睇下呢度周围嘅环境。嗌 Uber 咧都幾貴，坐咗30几分钟咧，估下要幾錢？差唔多30蚊，27蚊，我加埋 tips 咧，即係30蚊一程，跟住來回即係60蚊美金。但係就安全啲咯，因為如果我自己揸嘅話，我真係好驚揸好快喺嗰啲 freeway 公路嗰啲嗰度揸，咁樣就安全啲。同埋我未嚟過，可能第二日啦，等我揸耐啲嘅時候先至再試下自己揸車嚟呢一度。而家就喺呢度附近。大家睇下啦，我都系第一次行呢啲地方。其实咧，我都冇试过咁样拍街嘅，一路行一路讲咧，其实都冇试过。都有少少驚，唔知道啲人咧係會唔會好驚啲人喺度拍嘢咁樣。我見到有一個 7-Eleven 喺對面。應該是一個入油的地方，有個 7-Eleven。不如行翻轉頭，我啱啱見到咧呢度咧都有啲露宿者，好似我有啲朋友咧，佢哋喺美國其他地方啦，譬如喺 LA 啊或者其他地方咧，佢都話。喺市中心咧，好多露宿者，西雅圖都係。咁我住嗰度附近咧就冇乜見到嘅，但我諗喺市中心或者啲公園咧，都可能呢度都會多一啲露宿者 homeless。我
咁度都見到幾個，係走散啊，係啊，住嗰個問題嚇，租貴，食嘢好貴，租好貴，屋好貴。咦？呢度 private event prefer quiet 就係呢個 event 啦，佢喺前門入喎。唔知點樣過馬路行呢一邊睇下啦。個 vegan festival 幾時啊？9月9日。哇！呢個係一個遊戲機中心，我第一次見。我哋啱啱見到呢一度有個車站啦，好似一啲火車咁樣。我冇搭過呢啲公共交通工具。跟住呢度咧有個 library 圖書館、圖書館廣場。哦 ，Oh my god！ 原來 Bulgur Tea 有呢個珍珠奶茶喎，不如買杯試下咯。好，等我買杯試下先，難得嚟到。我一陣再見。